别开心哦。我们家的蓝莓今年终于成熟了。前些天呢，还看到有好些个蓝莓，但是都被小鸟给吃掉了。所以，我赶紧拍几张记录一下吧。好漂亮的蓝莓哦。看看咱们家花园今年第一年结的蓝莓，今年的这个蓝莓呢是成熟了，刚才已经摘了几颗，很多上个星期都被小鸟吃掉了。这颗蓝莓去年也结了一些蓝莓，但是没有成功。